啊，屏东县迄年，所以阿兰达哈噶布夫马噶莫噶，所以丹纳噶杜鲁马达哈，嘛噶瓦塞亚伊古隆噶布夫马，阿都伊古隆噶布夫马达哈，嘛那噶噶所以杜古达哈，嘛是迪高哈里，吉阿噶伊古隆谢德噶，嘛木布敦诺木萨所以布夫马所以乌噶噶杜古达哈莫噶，嘛马罗隆噶是杜古达哈，画面萨古米达，画面萨噶新木尼米达布吉达。噶咪那阿兰新北乡迄里，咪那个屏东县，噶的哈普马，噶的杜鲁马，噶莫噶，嘛普马的哈的黑人尼，你看铁路个百鬼工程，所更干那的哈的黑人尼，你看三分之一，是啊个罗马木的是，阿多那个噶比拉的哈汉布布巴里，嘛汉的哈都定位咪那个铁路个百鬼的学十八个百鬼，我的斯蒂克华诺，竟然个百鬼的学。经安个别归恩布山比拉的，经安多丁印尼的学马汉个比拉，佮个迪克哈里个比拉的哈，咩啥个干那说普马的哈是的，有个不拉汉是。哈紧熟啦，我嘛是会使抢手啦，啊抢手哦变成市面上伊个介绍一件我卖100-120，放风啦，比咱介伊市场卖过来个，阮介伊市场介了钱呢。噶咪那些的阿郎，伊尼普夫马达哈莫噶的乌噶索多古，所哈达哈布布巴里的马鲁噶比拉达哈索多古，阿多马鲁隆噶普夫马达哈乌噶多古，嘛伊尼跟埃古噶普夫马达哈马鲁隆噶普普昆杜里，佮噶咪那索噶哈布布巴里伊尼伊尼本蒂纳，尼噶那那索噶西德咪哈马里，佮噶马鲁噶索巴干达哈布布巴里。差异化在哪里？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，例如说我刚开始做木瓜的时候。我会想说我想做什么啊、如果种瓜子的话一定应该做得不错，但是一定会沦落到大家一样，就是价格价，所以我就想说从事有机虽然比较辛苦，但对自己对环境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，可能要找出那个你的客户群。跟噶瓦塞亚，阿多马鲁隆噶卡拉兹，佮噶埃古噶莫噶达哈，哈汉达哈布布巴里的沃达埃古，佮噶西西里噶布林奥咖喱，阿多尼干噶西德梅哈布布巴里，阿多马鲁隆噶普胡马达哈，波萨库里伊金，马塞亚的迪克哈里噶普胡马达哈的，马哈纳卡哈里噶比拉达哈，哈米蒂咖喱那伊万纳维。